亲的卢台长你好，我想问1980年属猴的男的。嗯，想问什么告诉我。看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，业障多不多。有，生意他的工作非常不顺利。对，我告诉你。嗯，犯小人。对，而且身体也不好，肠胃不好。对，经常拉肚子。脾气比较倔。对。好了，我不讲了，再讲下去你全是对嘛，你一个人讲了。你现在还想问什么问题？我就是小房子要念多少给他？小房子念37章好吗？好。好吧。还有要念多什么经？要消灾吉祥神咒。多少遍？49遍一天。念多少？很短的，叫他念3个月。3个月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还有，嗯，你跟他关系要处理好。哦。他是你的讨债鬼。对，是讨债鬼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。好了。好，卢台长，我问一下，我婆婆陈阿九，1997年去世，她在哪里？陈是耳东城。耳东城。阿呢？阿大阿二的阿。还有九，一二三四的九。啊啊哎！陈阿大。陈阿九。第9个。好像我脑子里有一个认识的叫，那老过去听到过的，什么是个市长叫陈阿大。嗯，你叫陈阿九。一二三四的九。九对。陈阿九，几年过世的？1997年。陈。哇，哎呀，他活着的时候有念经的，学佛的，他现在在阿修罗道。哦，谢谢，我给他超过小房子。对，看见了吗？超过也不少小房子了。对。是几十张至少的。对。但是他死的时候好像你也找过法师给他超度过。对。好，谢谢台长。啊，好好修啊。